缺好朋友啊，我们今天的云集会在晚上十点钟，网站是提供各大分区就是的，但是呢我们最后一次主持就会在我们的九点五十五分。如果说您刚刚没有捕捉到我们主持人的风采的话呢，我们在我们晚上9:55，我们在主灯区呢，仍旧呢有今天的最后一次的主灯秀哦。那当然，我们的南投灯会呢，持续。